想袂到你这脑科天才，嘛是恋爱脑。回来台湾无偌久，尔就伫咧相亲找对象。啊，你是感觉家己伫咧台湾足无聊诶，就伫咧玩弄坏血感情尔？蔡先生，你安尼讲起来是看袂起林慧君哦，感觉伊值得我放弃理性，为他的可爱疯狂吗？你有病哦，你别看医生哦。罗医师，你真正跟慧君在交往哦？小姐不是。是啊，伟龙讲到这，应该有感受到我偌介意林慧君哦。你是起笑哦，莫有白讲啦。哎，我是在帮你去管理市场价值哎。太过贵嘛，那我都忍受啊。爱情的力量，敢有遐尔伟大？你迄是啥物感情啊？你同情我？我有领薪水，这是我的工课。啊，你毋是要看歌剧？你去看啦。我警告你哦，罗医生的物件你袂当后背叮当。我提衫去洗洗。这个罗文祥，表面上看起来真斯文，厝内底耍呢乱糟糟。阿金美琪，阿金美琪，我不做歹代志，我想到要面去。没当好了，一时半会你跌正了，快点。加加加！我一定会去，你卖不讲好，咱得偷情赶快。哎呀，你卖讲话，你不要，我不管你，你不要出来，快点，慧君，你又搁咧无啥？大粒瓜，细粒瓜。哼，阿表嫂倒来老瓜，阿你今日呢，这么早就倒来啊？瑞德跟你太太吼，病情随时有变化，我咧想，我这两天也是住在病院较好，所以想讲倒来摕一寡替我的衫裤。啊，我姐今麦状况安怎？阿伊敢精神啊？就算我精神吼，嘛是一个啊尔。想好是要赶紧开刀。拜托你啦，你一定要救伊的命，要把伊治疗好哦。我是医生，这本来就是我的任务，还阁需要你提醒啊。你要从啥？我要摕披阳台衫啊。哦，我替你摕啦。啊，你先去房间看行李啊。我哪会感觉你敢若看起来足紧张的？我当然紧张啊！你看你，搁家厝用到乱七八糟，我等一下搁用做一时间的摒扫的，你根本无用啊！莫甲我搅了。